你二伯娘真把那假方子偷走了？那可不，还好识破了他的小把戏，使了招剽梁换柱，又给他折条道，不然我二伯娘领了我奶的任务，又迟迟拖不着，我都替他心累。这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啊！一个假方子，哪怕卖出去了，也不会出什么幺蛾子。你还算有点小聪明，这叫智慧。 好好个人，怎么长成鬼了？元满，如果有一天我走了。 你为什么捉弄我？你走了，我可就清运了。哎，不是说如果……天，你干嘛？先捉弄我！你走了，我可就清运了。哎，小心点，腿啊！小心啊，爹！ 不是，你不会想等张掌柜再把我们叫回去吧？是啊，这样我们不就能拿回主动权了吗？不该呀！我以前买东西用这招的时候百试百灵吧，怎么不灵了呢？ 要定十桌席面，客官您稍等，我这就去喊掌柜的来。掌柜的，要有大买卖了。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一会儿君又来掌柜来了，不管聊什么，只要聊到热络，相谈甚欢就好。放心，这演戏嘛，我在行。这十桌席面可真不少，请问二位。 这是要办的什么喜呀？啊，我们要办喜宴。对，我们就要办喜宴了。还可能会有喜儿宴呢。掌柜的，你可要多多让驾呀。掌柜，这喜儿宴哪够呢？我看这满月酒百日宴都得提上日程。要不这样，把你这六十大寿都得提前办了。 你看如何？宝哥，你怎么这么会说话呀？我都害羞。像你们这样亲自来定席面的小两口，还真不多见。我和我宝哥从小在一个村子里长大，青梅竹马。
让小五猜，这亲事嘛也是两家早就定好了的，所以没那么多讲究，是吧，宝哥？那是自然了。掌柜的，那您这都有什么菜啊？什么菜呀？眼下这个事情总算解决了，我的小命呢也算保住了，可这方子卖掉了，你赶紧想想其他的挣钱之法。曼儿，哎，佑恒哥，这几日我各处借银子，终于凑够了。不用了。为什么？方才连曼儿已将蒜香花生的方子卖出去了，银子凑够了。你卖了方子，那能不能再赎回来？我要是能再快一些就好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你看我不用去坐牢，也不用去挖盐，多好。明儿十五把税钱一交，我就没事儿了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我奶、我二伯娘和二伯在酒楼里可连麦儿。你明天就要去衙门交钱了，你一个人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你有事吗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不给酒楼供应花生了，我好歹去知会一声。这里干什么？这宋家有糖货，你都不告诉我，错过了这么好的商机，可不就亏了？哎，邢铁你怎么进来的？用花生贿赂了他们进来的。走。去哪？赶紧还下。这么着急赶我走，你要干嘛？不该问你就别问。你不跟我说，我就不走。我今日来宋府是拿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，我不敢保证一会儿发生什么，但你若不走，万一出了事，我没有功夫护你周全。走，赶紧回去。这伤口可不浅啊，明儿我们去医馆看看。啊。今日多谢曼儿姑娘啊，若不是你帮我们打掩护，吸引那帮人的注意，我们也不会这么顺利脱身的。不客气。不过你们去宋家到底寻什么呀？还跟人打起来了，我在外面望风的时候都快紧张死了。你还知道害怕？我今日让你走，你为何不走？我担心你啊。若今日不是宋府的堂会，若堂会上没有那么多人，若不是我和十三经过出手救下了你，你现在还能安然无恙坐在这里吗？我再三跟你说很危险，你为什么就是不听我的话，执意要留下呢？沈诺，我救下你了，你还说我？哎呀，这是干什么呀？连曼，我告诉你，满招损，谦受益。若我在，我可以护你周全；若之后我不在，你还是如此。你不在，你能去哪儿？我只是告诉你，以后做任何决定的时候，请你三思而后行。我看是你脑子坏掉了，好坏不分，莫名其妙。哎，梁姑娘，梁姑娘，连妹儿，你这是要去哪儿了？
我去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昨天是我太着急了，担心你有危险，所以有些许口不择言。些许？您叫些许啊？差点把我给吃了。我们沈公子昨日还振振有词，今日就和颜悦色的，可真是喜怒无常。对不住啊，婉儿。原谅你了，走吧。哎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就是想问问你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上山找葡萄去。找葡萄？你又想到什么鬼点子了？昨日佑恒哥给了我一罐葡萄酒，我心想这个东西在我们这儿可是稀罕玩意儿，我就打算上山找一些野葡萄，找回家呢把它洗干净晒一下。莲妹儿，若是有一日我要走了，你会留下我吗？我留你，你就不走了？嗯，离别这个东西啊，我是最见不得了。唉，若有朝一日我要走，那我必然不会和周围人打招呼。这说了也没什么用啊，只能留下烦恼，那还不如自己悄悄在心里告别呢。你真这么想的？嗯。你这几日说了几次要走要走了？你真要走啊？去哪儿啊？什么时候？切！你这话问的，你是在赶我走吗？我就是想着，总不能一辈子待在连家，也得为将来的事打算打算。哎呦，我们连家人可没有人赶你走，你呀跟我们连家柴房是绝配。况且蒜香花生生意没了，我们得赶紧找个新买卖做，不能浪费时间了。你这个人呢，虽然干活不利索，脑袋也没我聪明，但有帮手好过没有，你就安心住下吧。好。有朝一日我要走，那我必然不会和周围人打招呼，这说了也没什么用啊，只能留下烦恼，那还不如自己悄悄在心里告别呢。命运的编排。
停在时空之外。想着呢，慢慢想啊。喝多了赶紧回屋睡吧。没有，我走了。我酒呢？我酒呢？停在时空之外，来吧，来吧，
回来看看你。那是什么？你的酒，给你带回来了。我许的愿这么灵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莲曼儿，我喜欢你。喜欢上你了，离开你的每一天，我都在想你。不必了。曼儿，国舅爷，我已经答应你了，你不必生活在诓骗我。停在时空之外。我这个酒啊，不但好喝，卖价还高。哎，你们知道我这个月靠这个酒赚了多少银子吗？多少？五十两。五百两。这么多？五百两。太多了吧？你这不是说欠一屁股债吗？怎么突然这么多钱？酒做出来就有了。我一点酒不给你钱的。你闭嘴吧。当家的，我知道你不信我。不如这样，我把做蒸馏酒的器具和食材全部给你拉上山来，我们一起做酒，一起赚钱。做完之后，五五分吧。等干完这笔买卖，大家就再也不用过心惊胆战、刀口舔血的日子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，太好了，大当家，这买卖听起来不错呀。是啊，大当家，我说两句吧。我知道大当家和弟兄们都不容易，以我对两边的了解，我相信这买卖对黑虎寨的兄弟们百利而无一害，所以与曼儿姑娘合作，我倒觉得是个好时机，你觉得呢，大当家？曼儿姑娘，我们寨子里都是一群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他们没有心眼儿。今日既然沈兄弟牵了这线儿，那我们就跟着你干。不过，亲兄弟明算账。你要信守承诺，事成之后五五分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一言为定。好，好啊！来，大伙合作愉快啊！这多好呀！谢谢曼儿姑娘，来，这多好啊！这啊，来，多谢曼儿姑娘，干啊！来吧，坐吧。郎君啊，哎，眼下不急，又被宋家抢回去了。你说咱们到底怎么接近景阳行继续查呢？嗯？还想呢？你说什么？郎君。十三。想请你帮个忙，我下山之后能不能帮我一起把酒送还给宋家？我想让宋大少爷把账结了。好啊，多谢你。没事儿。等等，你倒是提醒了我，
据《玉江经》说的，部级之内所及之人，皆来自景阳行。那宋海坤、宋家、林也是景阳行的一员，或许能从他那打听到进景阳行的路子。我跟你一块去吧。 听您这么说，进景阳行的门槛不低啊，还得先起个买卖。起了买卖还不一定能进呢，得做出声势来。先别想那么多了，总而言之，先决定做什么买卖吧。要不，咱们先找个铺子，开个饭馆。可以啊。只是，宋海龙给我的500两银子，我拿去还债了，手上就剩200多两，所以盘铺子的钱。 得靠二位俸禄了。眼下我是个庄稼人，一下子拿出一大笔钱做生意，容易引起旁人的注意。之后进入景阳行时，一旦有人查起我们的来历，八成会出岔子的。还是小心谨慎，做久抽先买铺子吧。那还是得白手起家呗。 你这缝什么呢？缝老半天呢。哎呀，这不是咱们一直在这住着吗？不干点活，不好意思。嗯，我突然忘了，燕儿姐还在院里干活呢，我去送些点心啊。十三去吧，他不干活不好意思。哎，我不好意思，我不好意思，我去啊。哎，你们接着聊啊。哎。 你怎么来了？原来你之前说的惊喜，是在温泉山洞种蔬菜啊！我还是第一次见，这些都是你自己打理的。恒哥帮我不少。之前说过要帮你的忙。 是我失言了。没事儿，我不该拉着你干这干那。那时候，我不知道你的身份，也不知道你有其他重要的事情。我走了之后，我才意识到，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的了。 我是没你了解的，但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帆风顺，或许遭此一劫，他经历之后会变得更强大。当然如此吧。
虽出生在将相之家，但因为是庶出，叫嫡出的兄子推入了苦境中，父母也是漠不关心，不闻不问。但当这一只沈家村来的小马驹爬出来之后，却凭一己之力选入了书院，成为皇子的伴读。从此，读书、骑马、射箭，设想未来，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。麦儿，没有谁能够真正帮得了谁。每个人的路，也终归需要自己走出来。什么？你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去吧，我买铺子的钱还没有着落呢。我来吧。怎么下这么大呀？这眼下只剩三日，看来得赶紧想个法子了。这债主比我急呢。325，哎呦！别嬉皮笑脸的，知道我们来干嘛的吗？我们就是来要钱的。黑虎寨向来言出必行，之前答应的568坛酒。15斤的，120坛；10斤的，200坛；20斤的，甭管多少了吧，你们得给钱吧。哎呀，三儿，你们说的那一大半酒都压你们寨子了，况且我们也没有说不给钱啊。赵老三，我们好歹救过你的命的，你岂能忘恩负义啊？对呀，他们救过我命，司机，要不咱回去吧。二哥不是说了吗？非亲非故不能信。对呀，非亲非故的不能信。行，那四位能否先宽限我们俩几日呢？宽限不了，要不然还钱，要不然给我们回寨子，不然就别怪我们兄弟不客气。啊。行，我们跟你们走一趟。嗯，走吧。四哥怎么样？咱们快快快！这个玉香金可真够执着的，这买铺子的钱没有了，反倒被黑虎寨的人追债，这次逃过了，下次可必定。你先别管了，黑虎寨的事交给我来处理吧，咱们赶紧回去，十三一定着急等我们消息呢。你俩，你没钱怎么拿回这些酒的？秘密。行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对了，你想好菜牌了吗？马上就能盘下铺子了。要想饭馆经营得好，得有几道招牌菜。我记得我之前在京。
记得我在那儿的时候都吃过什么好吃的。有了。什么？秘密。眼下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你觉得这个桃红色的好看，还是这个颜色好看？嗯，我觉得反正只要是你画的，都好看。你涂什么颜色都好看。伙计已经招了好几个了，账房也已经有眉目了。那太好了，明一早你就去镇上拿下铺子，开饭馆。表哥，以后我们就回去好好过我们自己的日子，这些事情就不必再提了。可我心里真的难受，我真的难受。你爹他……是啊，这个事情我去怎么跟爹爹交代？要是被我爹爹知道，肯定会拆散我们俩的。表妹，或许今日离开这里，便是你我二人分别之时了。我原本在想，等把这酒肆开了起来，挣了钱，我们就去找一个有湖的地方。这湖畔有山，湖里有鱼，咱们一起割稻子，一起烤芋头，一起家长里短，一起为那一二两银子蒸他个面红耳赤。又过到古天，吹走了炊烟，飞鸟渡了枝桠边，愿望天际线，溯回溯远。哎，你这个人吃这么多，一点事儿不做。多长几个怎么了？小鱼啊，嗯，骗人！这么烫，你干嘛呢？留在眼，心。儿，这一生很短，若去日已定，不如在那来之前，我们不谈生死，不谈未来，好好的在一起，哪怕只有一日，哪怕只有短短几个时辰，我们都要无忧无虑的在一起，好吗？我仍是要一个本地人的身份，好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，伺机接近这景阳行。男儿，我是真的需要你的帮助。我答应你。好吗？刚才怎么回事啊？眼看着就要说服那个东家了，怎么说走就走？眼下买不下铺子，就失去接近景阳行的机会。整个东市有这么一家铺子在出手，这一世。这是干什么？你啊我啊你啊难拆，用蒲萁和余香精换了酒，
为何不告诉我？就像你说的，我去日已定，不如在那之前好好在一起。早就听闻，武老板掌控着景阳县唯一的行会景阳行，今日能在此相见，乃在下的荣幸。可今日一别，武老板事务繁忙，估计很难再见上一面。但若是有机会能加入行会，那就有诸多机会与武老板见面了。我这还想着多跟您学习学习呢。小子，野心不小啊，上来就跟我们五爷讨这事儿。周爷您误会了，我们都是小门小户的庄稼人，这家饭馆能开起来属实是不容易，打从这铺子盘下起我们就没生意做，这也是迫于无奈才想到这些法子。可这些新鲜玩意儿也不是时时都能想出来的，日后若是没点靠山，这生意估计也不好做。但今日能在此遇到五爷，但换着谁有这个良缘都不会撒手吧。小老弟，怎么称呼啊？在下十三李英子，沈诺。沈诺，不知五爷能否给个住址？我择日选些上好的蔬菜，亲自送到府上去，您觉得如何？我再做几道新鲜的吃食，一并给您送过去。谢五爷赏脸，那还请日后多多提携啊。告辞。